下奉上。南王和万剑臣十分感激，只是越王现在有求失踪，剑臣不愿领赴。哦，那勾践在此依然散财，十分谨慎。前者孤身染重病，他竟替孤偿愤，也算是忠心。今看在大夫尽心为人的份上，就将勾践送之回国，你君臣相见便了。起来，卿家为何不知？禀大王，孤把勾践回国，他领兵前来造反，孤臣先将他斩首，以防后患。孤放他回去，他定然感我的大恩大德，焉能报仇之理。况且吴国的人马兵强马壮，怕他不来，亲家不必多虑。前车之功，定要将你斩首。恩为师，将他赶出宫去。用为叔母打扮。
不敢以忘今日之恩也。回国去吧。那是